这个就是超形虫的栖息地，超形虫都会死在靠腰了，白痴哦。跑冰跑，不要冰跑，跑冰跑。我的天！你还有啥？没有，还有就快秀底线。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着五斤塔嘛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嘛，有塔吗？喇嘛要在干啥？喇叭的喇叭的喇叭。现在已经在溪头，然后我们在吃早餐，等一下我们就要上山。然后这边真的超冷，就是只要我吃一口，有，然后只要讲话又喷烟，是录影，哦，录影啊、哦，我们现在在溪头，现在早上9:01，我们今天要爬，一路爬到溪头顶去看神木，应该啦，神木。天狗哎、欸，天狗哎、欸，不要猥亵神呐、啊！是啊，妖怪、啊，大天狗都看你了啦！哦，哇，惨了！哦，生命斗士，现在来到溪头自然教育园区。他们现在研究地图。我现在溪西这里嘛，双柏溪楼桥走沿溪步道，蓝色那一条，然后到神木。然后再到空中走了。我想象这样会太简单了、啊，太简单，但太短。因为几个一定要去，例如说厕所，然后空中走廊一定要去，大学池也要去。就这样子啊？他有给我。现在讯息在找票，我们还没开始爬，他的票就不见了。我们现在在路口。在路口。下次我帮你。这个家。哎，找到票了。干哦！找到票了。就在这里。到底谁？找到了。小插曲。那个遗失记。谢谢。OK。OK。直接进来。Nice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看那种超大树哎。针叶林，准备进入了。你们在看啥 ？Rock， 啥都没有，好多巨石强森哦。哇，满满的强森，尤其是那一颗，果然又被我遇到了，是你。害树叶，咕啾咕啾咕啾，没有，再慢一点，咕啾咕。好，我们到第一个休息区。神木的一生，哎，这边就有一棵超大棵的神木。我觉得我们进度很超前。超前，现在是进度超前了，因为我以为我们这段会走更久。怎么说？你有吗？可以去巨石，强森。哦，巨石比较高，比较远。好，好笑吗，各位？现在这里温度是12度，我们从这里走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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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到这里。神木，你说你刚刚做了什么？我刚刚打一通电话给 God， 我跟他说，我家有个爱心的那个 Cloud 要给你，你看。是不是？哇哦，很贵耶！拜托，天哪、啊，那请问你打一通到天上的长途电话花了多少钱？我大概花200万封闭。封闭。点了一杯乌龙鲜奶茶，在山上就是啊，哦哥啊，烫到，在山上就要惬意的吃着巧克力，还喝着乌龙奶茶，打着嘴炮，真是。一红很烫 ，Is it good to drink？嗯，你把银矿买了。有没有突然觉得一个场景很眼熟？才明白，才明白，我给不起。山上跳舞。哎、欸、哎，叫林啊！
人家。这是怎样？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现在往山里走去。咋明白？咋明白？我不明白。我给不起。小声一点呐、啊。是转身向哎哎哎哎，这样会不会难走啊？不会啊。就是很难呼吸之类的。不会啊。两个，你以为哦？一对的，一对的。我们今天来干大事，大西头干大事，干炸的，可以打出干炸的。为什么要带丝袜？哎，丝袜，六六六，六六六六。哇，这个桥，塞德克巴莱，有最高症的人应该不太敢走这条。空中走廊，哇，这就是空中走廊吗？哦，一片空诶。所以真的颇高，但是美，美就是要走。哎，发生什么事？一击。这是什么？你看一下。哎，这个，这是啥？哎你，等一下真的跑进去。他掉下去肯定没救了，手机掉下去还有可能。哼，就会被一坨肉。来了。嗯。看。一个查看地图。伐木工。老铁，你在尿尿？老铁。尿尿啊，老铁。没有。这里到处都是可以解放。我知道是谁。飞机，飞机，飞机，飞机。差点直接进入业配主题，你有录到吗？有啊，后里线，要来给你做效果，拜托。好看，好吧，这我会成为效果的。天启、啊，你看，看那里，哪里？它在摇摆。后里线，哇，新人类呢？刷高啊！那秋天的温度太高了。好玩吗，燕婷？好玩。你确定是这样摇的吗？前后前后，妹妹在学怎么，哥哥在走枯木。你到底行不行，老铁？这个游乐设施叫做前前后后，然后这个游乐设施叫做右上左下。很卡，还好吧？干杯吧，屁事啊！不要怪背包好不好？等下帮我推一下，要不然不舒服。我开始感受到哦，终于有一个我能做的秋千了。我喜欢荡有湖。能，然后啊，我在公园荡秋千，人家的有在破坏公物。This is the way, my Buddha。是怎样？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是。现在要纵横南北。开爬，开爬。哎、欸，这边好爽哦、喔，是不是很爽？很爽。看，还有那个专人帮你摇，职业摇。Miss Poppy， 你看，摇到都出水了。靠摇。哦哦哦，是怎样？是怎样？哇，逆天！我们不止逆天。哦，欸、下得好坏。哇哇哇哇！哇哇，护底护底护底，到底谁先到呢？我到了。哇，紫源先到了，紫源先到了。刚才卡我脚，他妈的！好拼哦！什么？这是并不严重。就哇，好近哦！好像是有人会喂它。对啊，他应该等我们喂它。哎、欸，好漂亮哦！好漂亮的鸟。欢迎来到传播求生秘籍，我是主持人张浩源。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野外烹煮食物。要在野外烹煮食物可以分成两大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生火，第二部分是烹煮食物。好，那我们先教烹煮的部分，我们教生火的部分。要生火我们需要的是打火石，再来是一张当衬底的 大片叶子，再来是一张上面撒有煤粉的卫生纸，还有一些可以当引燃物的落叶。好，再来就是生火了。
要生火的话，就把这个打火石抵着，然后快速刷动，就可以产生火花，让火花落在卫生纸上面，就可以完成生火。好，然后再把它放上来，然后吹一下。好，这样升起来了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猎物的部分。我们刚刚在这里神木厅，然后我们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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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然后又到这里了，什么休闲？休闲，说明该要做。是怎样啊？我的裤子里面有松鼠。哇，好大的红块木啊！这里有一根。超大根，就这样摆在平原里，好可爱哦！我在吃食物。比他拿着比他高的拐杖。拜拜。哇，好近哦！好近哦，好里去。他在找东西吃，他在找。看我，他要过来了。他吃没有？他在找那个吃的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！天哪，看他吃起来好好吃哦。你看猴子在吃东西耶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也在吃？是怎样？你的尽情在吃东西。等一下，猴子在叫。靠腰哦。这个就是超群虫栖息地。超群虫都会死的。靠腰。白痴哦。哇！他们会怕人把手举高。哇塞，好！好想摸它哦！我靠，猴子哎，这只超近。哎，这只好大呀！这只好大。哇塞！我们被猴子包围了。近哦。哦，出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哇！不要靠近。他们在过山路。哇，好多！哇，天井真的很开心哎，整个猕猴家族哎，哎那边还有猴子，还有猴子，整个家族哎。现在看完猴子之后，我们的路面非常的崎岖，我们现在要走回原本的地方，这地方非常原始。然后我把我的脚架当成拐杖，你看，还有三个头，威力超猛。是怎样？好，哇靠！怎么？多蹦打来打去都是自己哥们在被打，是吗？那自己打自己，打自己打自己。师傅有到那个雾峰吗？有到雾峰吗，师傅？今天的最后一站，省城阿给。OK 的。我刚跟我朋友骑过来。哦，这么凶哦。哇，不错不错，今天的重头大戏来了，猴姐，我们的汤纳给，哦，闪闪发亮，刚刚吃饱，然后我们度过了这美丽的一天，但车子都走，送我们，哦，美丽的汤纳给，剪刀手不正直，不要，不会的，他们要吵谁要坐后座？好啦，看来是燕婷获胜了，她得到后座的那个座位权了。今天很愉快啊，今天在外面走了一天，从早上6点到现在晚上快7点。好，那今天就再见了，拜拜。